你现在的重心就是偏向右，然后你的左边就是有受伤，那受伤引起你的身体一直往右偏，然后你看你的肩胛骨也是一样，这边你看它是高的，这样子摸就有感觉，对不对？这边是高的。Like us on Facebook if you haven't, and don't forget to subscribe for more new videos. 痛，都是运动受伤。痛，他手肘卡太死了。哎，放松，你肩膀没有放。嗯。哎，没听到，这样就松掉了哈。哎，这边真的很舒服哎，哦，这样子轻轻搓，很舒服。太紧张，不要紧张，这个也让你放松的。那个老板娘，请问你现在在干什么？我在练加纳教我的功夫。好厉害！对啊，头抬起来，眼睛眨一眨，眼睛是不是很舒服？肩膀就是眼睛，我们在揉肩膀的时候，眼睛就会开始就松掉，那就越来越舒服。你这个地方它很酸，痛，気持ち30%，痛い70%。好，对不对？那个就是跑掉，知道吗？那你现在手这样子，有没有舒服？哇，好舒服，好轻哦！对呀、啊，哦，看左边，啊，对对对，对，好，来，阿仙弯腰摸地，摸地，摸地，对，你就照你那个摸，再摸。有没有？是不是很松？不愧是拯救过银河系的男人。大家好，我叫千寻，今天来找先生按摩，很舒服。我本来想要学按摩，但是现在变成学别的。